吃美食还能抽大奖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康的事？民众看到海报，迫不及待涌入店家，大快朵颐一番。为了推广三重的在地美食，脸书我们三重人粉丝团特别举办即时行乐美食分享活动，邀民众到三重区22个美食推广店家消费，然后集点参加摸彩，民众每集一点就有一次抽奖机会，集满10点还能加抽1万元的红包礼。其实行乐顾名思义就是集点，然后透过吃美食，然后大家在生活上 enjoy， 然后很快乐。那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内容呢，是每吃一道美食就集一点，那集满10点可以加抽一次红包，1万元红包礼。也就是说，你满10点的时候，其实你有11次的抽奖机会。活动方式很简单，民众只要到活动店家消费，如果觉得不错，就举牌拍照。然后传到活动网站与朋友分享，就能集点并获得抽奖机会。这项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的美食活动推出后，立即获得消费者及店家的一致好评。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啊，因为有很多美食呢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的，但是呢，从这里我可以知道，然后我可以去尝试。那觉得可好吃的、棒的，我就会去多光顾一下咯。透过了这个活动，其实可以让在地三重人的乡亲知道，哦，我们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火锅店，是跟外面的连锁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的食材、我们的汤头都是现熬的，不是加粉的，所以就是我们要用让在地的人也吃出健康的饮食。这项美食推广活动原本只到9月30号，但为了让更多人共襄盛举，主办单位特别将活动延长至10月10号，欢迎喜欢吃美食、拿好康的民众踊跃参与。即时行乐，吃美食抽大奖，等你哦！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罗伦宏采访报道。